存在的啊。行，嗯，开始。这切成小的，是不是就是只能用蜂窝版？啊，这切这种只能用蜂窝呀。嗯。从高原的路来的呀。嗯。新版的也不行，新版的不一样。嗯。只能用蜂窝呀。那切成那厚的，也得蜂窝也比较好吧？那我都用蜂窝的，蜂窝的是哪的？嗯，你得问一下是最后多厚的，如果是这个的话，嗯，那个不要升降可以，如果再厚点啊，就要升降啊。咱这个台啊，能不能最最那个再厚上不下去了？最后也要用三尺的，不能再厚了。就说现在咱们最多的切两个半、三个。行，你拿出来，两个半。